手游酷玩。有人吗？谁呀？你好，我这里有精致的小玩具，还有生活用品，您家里有没有需要的？推销的，不用了，我家里什么都不缺。我这里的东西比超市里便宜很多的，而且送门上货很方便的。我说了不需要，以后不要来了。第二天，有人吗？哎，怎么又是你？今天我带来的是环保厕纸，好用又便宜，总能用得上的。我家还有很多，不需要啊。说了，你不要再来了。第三天，有人吗？肯定又是那个推销的。小坚果想个办法把他撵走，以后别让他来了。好的，我有办法。十分钟后，好了，他走了，再也不会来了。儿子，你太厉害了，用了什么办法？我把他所有的商品都买了，他没得卖了。你脑子进水了吧？烦人的推销员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